受新型肺炎疫情同限聚令影响，主办单位较早前已经取消抢包山、汇景飘色巡游。本来想继续举行送神仪式，但是由于要八个人一起抬起神像巡游，在警方的阻止下决定取消。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连同50名警员在长洲出现，逗留一个多钟头才离开。我好惊，点解咧？我哋核验票咧，就算03嗰阵沙士咧，我哋都系零个案嘅，搞到我哋长洲咧非常都开心。都系呢个时候，我哋都系有巡游，好多香港人落嚟都唔使戴口罩，唔使食嘢，都嚟长洲啊！呢个系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，都唔能够去做呢样嘢，都唔能够容忍我哋去做。我呢个好失望。嗱，我而家宣布咧，今日咧，嗰个神殿游街咧就取消。